你说刺头，还有个胖子。哦，他们啊，确实是比较难办的几个人，说是混混也不为过吧。是的，不知道你听过四哥这个人没有？李大四，去年和隔壁三十高的打过群殴，把一票人打进医院里去了。那么大的事，不知道吗？那四哥就是我们班的，也是坐后面，虽然不经常来上课就是了。别发抖啊，那人再怎么样也不会对自己班里的同学出手的啦。不过那个你口中的刺耳头好像确实是他的小弟哦。所以经你这么一问，我自己也觉得有点怪了。而且啊，不是我说，那种班里啊，真的是鱼龙混杂。咱们学校本身就这鸟样，你这性格又不讨喜。哎，都说别发抖了，你这样怎么给别人记秒数啊？之前那件事，哦，你说通知书的事情啊，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稳得很。然后，他还好吧？是啊。要是真被欺负了，不是应该消沉一段时间吗？现在还能那么认真的跑步，他心态好像还不错呢。哦，运动服，太难看，高一起就没穿了。秋成，刚刚我成绩怎么样？帮帮忙啦，帮我看看嘛。OK， 谢谢。我呢，我呢？谢谢啦，谢谢，谢谢。我的呢，我的呢，我的呢。有点萌呢。我一直在啊，真是失礼。其实我也只是来问问成绩而已。你又乱说，根本没看成绩表吧。
偶尔了。嗯，你不报名吗？真可惜。那个，你还有时间吗？嗯，我还想再跑两圈看看，再帮我掐一下表可以吗？嗯，我知道，所以只是练习了。多谢了。啊，爽！居然两天都不用上晚自习，爽爽爽！有啊，爽爽爽爽啊！都说了咱们三个一起回家，干嘛你非要一个人先跑出来？肯定不是我。出发啦，回家喽。算什么呀，那个笨蛋秃子老头。啊，迟到管了就算了，为什么抄作业也要管呀？停一下，还什么？一看就知道你这作业是抄的，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呢？这真的是为人师表吗？没有。怎么就知道我作业是抄的？一点证据都没有，万一哪天我自己写的呢？那个，我们换个话题吧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偶尔也有偶合的情况吧。啊，多谢恭维。喂，你不要也被带进这个破话题了，好不容易一块聊天，干嘛非得说一路这个？总之就是那个老头针对我，不承认就是不客观。我可是一点都不开心啊。话说你们什么时候和好的？你俩都没有告诉我呢。咋了？我说了什么奇怪的话了吗？啊，算是吧，不过还是好热啊，这哪像九月啊。是好热啊，不过到晚上光盖毯子又觉得凉。
等等，我们刚才聊的话题是这个吗？什么？还参加运动会？他还真有兴致啊。而且啊，旁边还多了个傻缺插班生，也挺麻烦的。哼，麻烦个屁呀！别看他装威风，其实那人就怂的一逼呀。你没见刚还抖得不行呢？那是那是，咱爸早就没人敢这么跳了。算了，也是个机会，让那婊子好好难受一下。具体怎么做，自己看着办。哦，知道了知道了。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可等着瞧吧，文职。真的，好久没有这么早一起回来了。我们可是上了一个礼拜的晚自习啊！哎呀，想想之后两年都得那么晚才放学，就觉得好难熬呀。那得上到几点呀？靠，那么晚呀？所以啊，生源不好，师资不好，要怪我们咯。所以我们普通班就没有人权啦，多弄点好老师来啊。哪一点像特级教师了？那个秃子。啊，到了到了。对了，时间还早，要不要来我家吃饭啊？哦，是吗？那个，后天就是运动会了，你报了什么项目吗？也是啊，我就知道。问问而已嘛，万一呢？没啊，我报了一个。那个电子竞技什么的我报名了。听不懂话呀，我说我报名了那个游戏比赛。
怎么算厉害了？不就是魔术争霸吗？咱们俩不是早就玩的不要了吗？就算两三个月没玩，上网上查下现在流行的战术，随便拿几天热热手就可以了。所以，后天下午你会来给我加油的吧？反正你又不参加什么项目，我拿冠军的时候要过来看我。那当然，这个学校里没有我的对手。哦，好像能做对手的还真有一个。是啊，那是谁呢？可惜，那个人好像不会来参加比赛的样子。所以啊，冠军肯定是我的，你放心看着我揍扁那些不知天高的菜鸟好了。所以，一定要来啊。今天就好好练习，准备后天的决战了。知道啦。往左边去一点，左边去一点 ，OK。老王，停，就那个地方，别动，固定好 ，OK。搞定。辛苦了，下来吧。吃药也辛苦了，这样校门口的布置也就差不多了。没有，小事儿。你那边领导和各种开幕仪式的准备呢？嗯，已经搞定了。顺便的三个项目也是，可以，相当可以呀、啊，而且你看，这期的宣传画也是相当的不错啊，比之前高了好几个档次啊。明天进校参观的人肯定会相当多呢。那可不，宣传效果越好，声誉也就会越好，当然了，效益也就越好。话说你这么给学校搞面子工程，令尊同意了吗？和他没什么关系，我只是利用一下这种特殊的身份，通过合法的手段多弄点费用，仅此而已。哦，是吗？不过就算是令尊，现在也拿你没办法了吧。所以说嘛，你见过咱全国哪个学校能让运动会搞成这样？嘿嘿，说的是啊，嘿。好了，把作业都交上来。听你们丁老师说，下午是准备运动会的，自由活动是吧？哎。你们这些学生啊，就是每天想着玩才提不高成绩的。早点搞完，下周开始我们要加快训练速度，知道了吗？今天好像缺席的好多呢。一下就少了七八个男生呢，觉得忽然有些安静的感觉。
对哦，原来是他们不见了才会觉得安静啊。对了，下午你有什么安排吗？我明天有比赛哦，我有比赛哦，两人三角。果然和孟小菊说的一样。偶尔吗？不是才到食堂买过水吗？现在吹空调肯定会感冒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知道知道。因为你都说了三四遍了。那个，我说下明天运动会的安排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运动会正赛的参赛人员，大家请记得按时参赛，不要给组委会添麻烦。老丁不在吧？好的好的，那么额外项目的名单在这里。首先是电子竞技，我们班参赛者两名，陈黎和马潇，没问题吧？冠军就包在我身上了。从医院回来之后，每天午休都捐给隔壁天宇网吧的训练成果，就让你们好好看看。哈哈哈，那看来都用不到马潇同学出场了，是吧？那么接球斗牛，
这次派出的是我们郭一凡带队的老搭档铁三角。那么最后一个项目，男女混合两人三角，截止昨天为止，报名的人还是有点多，我们干脆先从女生开始，一个一个推行。班长，对不起，我这次就不参加了。嗯？啊？怎么了？我这次还报了400米跑呢，到时候体力回不过来的了。400米？那不是在下午才？总之就是这样了，机会让给其他同学吧。对，我也不参加了。我也弃权。啊？怎么都？喂，你们这一下都退出的话，那不就只剩下……哦，原来还剩一个啊。还剩一个就好，我还以为我弃权就没法比了呢。喂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没怎么回事啊，弃权而已。或者说，班长你该不会强迫我们上场比赛吧？就是，我昨天例假刚来，要是出了点什么事儿，我也不想为难大家啊。这……对不起，我家里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那样的话，那女生这边就只剩下文芷一个人了。喂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没怎么回事啊，班长，我们只是不参加了而已，谁都没干扰到任何其他人，都是自愿的。你们搞运动会的宗旨不是这样的吗？歪歪，你就加油了，到时候可要好好分享一下手感哦。嘿嘿。这些人，他本名孙浩，是我们班的残障生。他这儿有点病，没事就傻兮兮的笑，走路走得不快。那能咋办？整个高一都失样了，反正别人欺负他，他也不会说什么，毕竟有残疾嘛。你也看出来了，那些混混故意的，那些女生是他们煽动的，男生是他们威胁的，是知道文芷要参加，故意给你们难堪的。也没办法，确实都知道这样不太好，但谁也不想受牵连吧，毕竟是死磕的人。
下来怎么做就只能靠你们自己了。拜拜。谢谢送我回来。没关系的，倒是你，孟小菊她好不容易才邀请你一起回家的吧。所以说我没关系的啦。因为，那样会把你卷进去的。秋成也不希望被别人讨厌吧？比起我这种已经习惯了被这样对待的人来说，因为我的原因把你牵扯进来，只会让你更难过吧。我真的不想把其他人卷进自己的事情里，而且我也没有资格去要求别人去为我做什么。而且我已经习惯了，没关系的，过去的每次每次都会是这样，所以能不麻烦大家就已经足够了。秋成，
用了。不是那样的。两人三角是我自己想做的事，是可以让我开心的事。做想做的事情就可以让自己开心，是你教我的，对吧？谁知道呢？我们还真是像啊。不，不是像而已，我们简直一模一样。谢谢你了。所以，明天要来看我的比赛哦。就在上午。就算不太熟悉搭档，我也会跑完这场比赛的。